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一百问。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富足人生一百问的单元哦，来跟大家分享很多人生当中的各种层面的困扰。好，其实呢，很多人说哇，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哦，是蛮开心的。好，今天是1月2号嘛，所以是我们的元旦的新年刚过去哦，所以新的一年当然迎来新的气象。那么在这个单元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的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盛德导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导师早安。叶茹早安，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好，这个新的一年导师有期许新的一年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讯息吗？新的一年希望在大家这个丰衣足食之余啊，跟大家分享着人间如何过才会过得更好，如何过才会过得更有意义和价值，让更多的人找到更幸福的方向，这样子。哇，这是在我们这个单元当中呢经常跟大家分享的。好，那讲到新的一年之前呢，我们当然要先讲讲如何挥别过去哦。我觉得虽然说新的一年时间是过了啊，但是呢面对过去的事情，大家大概很难真的像时间一样说砍断就砍断哦。所以如果说过去曾经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阴霾，要如何来帮助自己脱离那种困扰呢？是，其实我们用心的回想一下，在每个人那一段阴霾的日子，大多它都是一种负面的能量的累积压缩，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内心就会有某种的压力，或者是不愿意去面对。所以算来算去，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还是能量在作祟。所以有很多人说啊，我要挥别心中的那一份不高兴啊，或者是遗憾悔恨，他就是挥不去，越想挥去，他就是越多这种当时的图画都跑出来了。其实如果没有一定的正能量灌注进去，要把那一段曾经不堪的负能量跟他说 sayonara 的话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用对方法，我们不用说刻意的说要把那一段一定要挥去还是挥不去，都不要去刻意的想。我们积极的正面性的制造正能量，当正能量足的时候，那些负能量慢慢的也就不见了，这是非常一个自然的情况发生。哦，所以不是说当有负能量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是努力的去摆平它、消除它。那么多人都试过了，那么努力的想摆脱它，就是摆不掉。越想摆脱它越痛苦。真的。那事实就告诉了我们，是想摆脱，但是要用对方法。用不对方法的话，那个负的能量会越摆脱，负能量越大，是这样。真的仔细想一想，就像是我们有时候下定决心说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戒烟，然后当你越这样想的时候就越难戒，就哇越想抽烟，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嘛，对不对？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面对这个正能量的产生啊，刚刚导师有先说到要用对方法才有办法摆脱负面的能量，所以是要用从增加自己的正面能量来做开始吗？对，就是负面的任何的线索可能都不要执着在那一点上，往前面看，往这个光明的大道看。然后在我们超级生命嘛中间所提的这个感恩呢，由这个来练习起。好，很多人都在感恩的这个实际练习中，这个爱的能量提升了。那么能量一提升，很多事情就不像原来他看的那个世界里的那个主题了。爱的能量一旦产生了之后，他的焦点就不会放在那些负面的事情上面了。
对，因为人很奇怪，嗯，你没有把自己往前大步的开拓到下一步，就会容易在那一个点上钻牛角尖，或者是怎么想进步啊，他不退步就已经不错了。嗯，但是当你有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能量一提升，你就会发现怎么做都顺心如意。嗯，就不像过去只是期待哈、哦，然后想说这样子一种想法而已。我们用积极的方法来做一个我们可以掌控的未来。嗯，我们来讲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哦。有时候在新闻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失婚的，那他可能不甘于对方离开他，所以他就做出了一些比较激烈的举动，就让两个人就玉石俱焚。其实最后这样，他一直把这个焦点摆在他失婚、失恋、分手、失去的这件事情上面，结果两方都没有得到好处。那就是在那一点上，他由爱生恨。嗯，在那个点，他没有更好的理由告诉他该怎么方向的选择的这种实际操作上，嗯，他没有把持好，就往着错误的方向大步迈前，嗯，所以造成了许多的悲剧。嗯，那么看来看去呢，也是平时如何塑造正能量的功夫不够。嗯，所以在那个 moment 产生的时候呢，他大概也没太多的正能量可以抓。嗯，所以负能量要聚合起来总是比较快。对啊，那聚着聚着的记者啊，尤其在这种失恋失婚的时候，嗯，那好像是没有对方一秒都不能活的时候，他就会想了这些错误的方法。嗯，所以平时的正能量的练习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你要说积沙成塔嘛，负面的情绪累积得很快，所以我们要平常就帮助自己在正面能量的累积上要多一些。其实我觉得人呢，在一些情况下真的很容易会出现盲点。刚刚导师说一句话让我觉得哇，真是打中我心扉啊，说有时候就是你用了错误，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我觉得人在这个极端的情况下或是极端情绪当中哦，常常就会搞不清楚那个方向在哪里，就是会只用直觉的直观的去选择了一个自己最直接想到的那个方法。对，这个就是我平常讲的，这有时想无时啊，嗯，莫待无时想有时。那么我们有机会学习，有机会去给自己成长成就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嗯，都不要轻言的不把握。嗯，那么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自己的生活产生的考题，嗯，我们在这一刻的自我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是经验，嗯，或者是学识吧，嗯，各方面能够足以来面对来平复。嗯，所以平时的这种默默的给自己加油充电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跟存钱一样嘛，你平常不存钱，等到要用钱的时候就没有钱可以用，这样子。对对对啊，这个存款的概念。嗯，对，但是有时候红尘中人他过好他认为的那一天他就觉得 OK 了，嗯，他没有想太多，嗯，那有时候没想太多，他不知真的哪一天负能量这个敲门的时候的可怕，等到真的敲门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调动很多东西他调动不出来，嗯，那平时你比如说八点档连续剧没少看啊，那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掉出来了，嗯，那掉出来了就可能做傻事了，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老师也曾经在过去的单元当中曾经说到，环境你看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性格，影响我们的想法，所以我后来都不看宫斗剧了，我现在都都听导师的这个单元。好，对，我发现真的正能量的接触还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呢，像是我们自己有朋友就是这样，他自己也很喜欢看一些宫斗剧，那他就说呢，哎，他就看到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居然就真实的上演了这种两个坏人互相的勾结，
然后又互相的彼此陷害，再互相的勾结。他说哇，这没有想到宫斗剧在现实生活当中突然就上演了。诶，我会想这是一种能量的传递耶。这就好像是吸引力定律嘛。嗯，你天天看着这种剧情很难说这个戏演完了你不会再去想一想，再回忆一下，对吧？对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那是戏啊，我回忆一下他那个情节多好。对，但是就这个吸引力定律就不请自来了。对，真的，有些人越看这些不好的情节的电影他觉得很过瘾，但是生命呢就越不顺遂。嗯，也蛮可惜的。真的哦，所以我们刚刚说到是失婚呢、失恋这种在人际关系上、感情上的，那还有一种的失败或是阴霾，就是在金钱上的。大概有一些老板们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动荡，就是啊钱周转不过来，结果欠下了一屁股的债。那我觉得欠债的这件事情哦，真的是很蛮容易让人绝望的。那过去呢，我也曾经参加过导师的这个座谈会，就是分享会，然后也对其中有一个案例的分享，他说他欠下了大概有快1亿的这个金额，还是1000万，我忘记了，反正是个很庞大的债务。然后他说他接触了这个超级生命密码之后，哎，他的财务状况就完全的被反转了。嗯。我们那位学员当年2015年，他欠下了8-9千万台币吧。哇，天！然后他来找我的时候，就是已经没路了。嗯。那么不得不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嗯。他说，如果这一站也不 OK 的话，他说导师我就准备跳。嗯。他说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跳。嗯。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死马当活马医咯。嗯，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咯。嗯，那主要的方法就是让他蓄积正面能量。嗯，把很多的东西做一些清除。嗯，做一些调整。嗯，果然他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嗯，他的公司就开始有了戏剧般的这种变化。哇、wow、原来欠这么多钱的公司，嗯，所有单，就说跟他有接触过的，不管是这种 consultant 啊，或还是什么样的银行，还是哪，反正跟他有关系的这些单位，都告诉他，你这公司只有破产了，没有别条路。嗯，但是他就是希望，在他可以看到的日子的时候，是他还可以来打拼的。嗯。那他就真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居然就有贵人出现了。哦，对，一个这么欠这么庞大债务的公司，当时就有这个贵人呢、啊，嗯，跟他说，好像是给他1000万还是2000万先周转，嗯，而且是不用写借条，哇哦，不用签名，嗯，什么都不用，哇哦。所以他曾经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他很感动的流泪了。嗯，他觉得说这些非亲非故啊，对，怎么可能会发生的？嗯哼。但是就在他练习着把正能量提升的同时，嗯，这些事情就真的像神迹般的展现了。哇！所以正能量的这种提升是很重要。嗯，有很多朋友经常来问我，导师，我想。最近去创业哦，对，我是合适，找什么样的公司，找什么样的那个办公室啊，什么什么，嗯，我看他当时的运就不是很好，嗯，我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再准备准备，嗯哼，因为像有时候你自己的正能量不足或者运不是很佳的时候呢，对，你不管怎么做都是错，真的。那有些人他听了我的话，嗯，他就少走这种冤枉路，嗯，那有些人他不相信，他觉得我这么样的有信心，我这么样的这个万事俱备呢，准备了这么久了，怎么可以听你这一句？嗯哼，他就真的硬着头皮冲了，嗯，结果最后的答案就是蛮可惜的，哦。
所以这就证明了能量这个正负之间呢，这个怎么样去把它做平衡，好、嗯哦，然后积极的创造正能量是非常重要、嗯。我觉得现在大家一定很希望被导师看到自己的脸，让导师看看自己有没有正能量。好，所以下次要创业前要先问问导师哦，不听导师言就吃亏在眼前，好吗？好啦，不过这个摆脱过去的阴霾，刚刚导师也不断就是跟大家重复一个强调，就是你的正能量要大过你的负能量哦，不要一直把焦点摆在负能量上，因为这样会让你越来越钻牛角尖，越来越走不出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先稍作休息哦，如果任何问题，刚在我们谈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想要请教导师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02-5599-5439 02-5599-5439的电话来做询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先来听一首由太阳兽的导师作词作曲的《与光共舞》，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富足人生一百问的单元当中，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来跟大家分享在生命当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哦，这个解答呢都在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那在全台湾全世界有上千上百万人呢都接触了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也生命得到了很多的改变，不管是正能量的提升，甚至在钱，在人际关系，在感情的状态都获得很多的改变。那这些学员们的心得呢也都曾经就是出版成册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那么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也有这样的一本书籍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单元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也都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打02-5599-5439 02-5599-5439的电话，或是大家可以直接在脸书上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的粉丝专页，也都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的欢迎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兽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导师好。大家好。好，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呢这个正能量的提升，所以导师您就是跟别人碰面的时候，光是跟他见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能量好或是不好吗？多多少少啊，嗯，有时候有些人的这个能量高或低啊，差距很大的时候，那是随便瞄眼都可以看得到。嗯，那有些人他的能量呢，这个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嗯，蛮复杂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看一看这样子。嗯，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哎，对对对，好复杂，就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时候，嗯，反正100种case 有100种可能性的不同，所以这个里面也不能够就是一概而论，对，一概而论，或者是把一种可能性放在每一种 case 上面这样子。所以有可能，比方说我在钱上面很有正能量，但是我可能在感情上面很有负能量，类似这样的状态吗？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就好像有些人说，嗯，那些有钱的人，他们都是正能量很强吗？他们都可以赚大钱，是不是正能量很强？嗯，那也不一定。嗯，哦，那为什么可以赚大钱呢？嗯，那是因为他过去世的经验里面，他曾经在某一个议题上，他塑造了正能量。嗯，而那个正能量的累积，因为灵魂不灭，嗯，所以又展现到他今生这一世的当下，嗯，是这样。哦，所以很多人他看不懂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很不容易抓到一个遵循的方向，嗯，但是听过我的解说之后，他就比较能够把握到底是怎么样才是对，是这样。哦，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些从过去到现在的这个累积跟影响性的。好，所以我们要说到就是人家常说呢，这个新年哦，就是要设立新希望。所以导师您自己过去也会有这样的设立新年新希望的这样的目标吗？总是多多少少，但是随着日子啊一天天的过的经验呢，嗯，发现这个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啊、哦，真的。后来才发现呢，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个当下，嗯，比较重要，是这样。嗯，对啊，像我每一年都设立说想要减肥的新希望，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变化就是体重一直不断的在变化。你还需要减肥吗？你需要增肥吧？我要增肥啊！但是女生永远都对自己不满足嘛，所以像这种设立新年新希望，刚刚导师说每一天过好才是真的。哎，但是就很有趣哦，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搞不太清楚到底怎样是每一天是过好，像。有时候日子过着过着就变机械化了，早上起床刷牙洗脸，然后就几乎没有意识的上班。像我有时候到了公司想说，诶，我刚路上骑了哪些路我都不记得，到公司才惊觉自己到了。我有去研究过哈、哦，嗯，就好像你讲的，哪怕是一个亿万富翁，嗯，他无这个没有任何的缺乏，嗯，啊、哦。有这么多人的服侍，嗯哼，但是他不见得快乐，对不对、嗯？对啊，真的。有那么多的人哦，他正在为生活打拼，嗯。那你说他苦不苦？他说一点都不苦，他觉得这里面很有味道，嗯。那你说他们这两者的心态到底差在哪里呢？嗯。后来我看了很多的例子，我发现呢，就说一个人他每一天的生活中，他有没有？或多或少在他的灵性上的一个成长的一点点的对应，嗯，会导致他有没有幸福的感觉的可能，嗯，而这种东西每个人都不自觉，嗯，但是好像是一种摸不到的东西，但是它却正在运转着我们每天的生命，嗯。所以讲起来很抽象，但是你实际去想想看，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嗯，就好像很多人他礼拜天早上要去做礼拜，他觉得他在那个时候他特别快乐。嗯，那为什么那时候特别快乐呢？也许他听到这个圣乐是吧？嗯哼，然后听了这个牧师的讲道，对，在他的灵性启发上。他有所收获或有所对应，嗯哼，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特别快乐，嗯，所以还有很多种 case， 我看来看去跟我们的灵魂深处的一种对应是息息相关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男性呢，他很年轻，大概才二十几岁，那就中了乐透，但好几亿元的台币，那他就开始挥霍啊，他觉得哇天哪，这人生中了乐透太开心了，所以他就花了很多钱买跑车买豪宅，那因为变有钱了嘛，所以身边就永远有很多辣妹的环绕，那他这个感情关系也非常的复杂、啊、跟很多美女在一起，那过了一年之后他就说他变得很不快乐，他有那个忧郁症缠身，他就想不透，他明明中了乐透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情，怎么会忧郁症缠身呢？所以后来、啊、他就决定要抛下这些财产，他就去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服侍那里的贫穷的人，后来就找到了他的快乐跟幸福，他在他的那个灵性上，他也追求这个灵性的成长。他说他在追求灵性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就发现，诶，他过得比以前还要更加的快乐。他才明白，哦，财富不是快乐的唯一的来源。所以我们的新年新希望应该是设立说，我们的心灵可以成长。就好像有些人他没有吃过这个全世界第一名的牛肉面，嗯，他觉得哎呀很遗憾，嗯哼。他第一次去吃的时候他觉得好快乐，嗯，对吧？对，那你吃完一次吃第二次了不起吃三次，嗯，就觉得 OK 了。对，你要再想这中间再要有快乐的感觉好像比较难了，真的是不是？但是你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呢，跟你的灵魂打交道能够有所增长的时候，嗯，可以让自己在每一秒之间都会有快乐的感觉产生，嗯，这是蛮妙的。
真的耶，我想想以前小时候很难吃到素食店的餐点，所以小时候很久吃一次就觉得很开心。现在长大了呢，但每个礼拜都吃个两三次就觉得吃到腻了，觉得很不想再吃。好，但是像刚刚 导师说，就是在灵性的提升上，诶，每天跟自己的灵魂打交道，认识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快乐反而是比较扎实的。是，我再举个例子，像有些老板级啊，或者是业务人员啊，这个工作需要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嗯，啊，天天跑去酒驾啊，天天去这些场所，对，这个社交，嗯哼，对于其他人来看，哇，觉得哇，他每天真的是尽情的享受，嗯，但是对于他自己本人，其实他已经麻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他反而觉得好像。反正不是他活在他自己的轨道里，但是他又必须这样活着，很空虚，来抓着，对，来抓着一些东西来填补他空虚，又填补不进去。嗯，其实像这样的情况的人还蛮多的，非常多，是，对，好，所以嗯哼，好，所以呢，就是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说，其实很多的快乐呢是没有办法透过物质的满足，只能够是一下下。但是，人嘛，就是会越来越追求重口味，一次不够，两次不够，三次不够，就开始再转而追求更多其他的东西，但永远追逐不完的。唯有提升自己的心灵呢，让自己在感恩跟爱，在天地的爱之间，你才有办法感到幸福。好，所以在今天的富足人生100问的单元当中呢，来跟大家聊聊新年新希望，这样大家就知道怎么写了吧。哦，新年新希望要写多多的听富足人生100问的单元哦。好，那如果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任何的问题哦，或者是有想要请教的事，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2-5599-5439 02-5599-5439，或脸书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粉丝专页，上面也都有相关的资讯可以让大家来搜索。那么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盛德导师的分享，谢谢导师。谢谢燕如，谢谢大家。